Look in my eyes, can you see my heartbeat? Swelling everywhere I go. Look in my eyes, I will be next to you. You let me be in the light. Hello, 最近搬家了，好喜欢这个房间，因为光线真的好好好，适合录视频。先用一个苏库的防晒，这个是我新买的，还没有用过，跟你们一起试一下。粉色这一款就适合秋冬，然后稍微滋润一点，适合干皮来用。另外一个白色那一款防晒力更强，然后是比较清爽的。哦，这里看不到，就是润色效果有一点点的润色效果。别一下头发，好村姑的感觉，就这样吧。这几天搬家真的是太累了，每天收拾东西收拾到6点钟，然后终于把它大概成型了。这辈子都不再想搬家了，脖子也累一点。它成膜的时间感觉还蛮快的。现在是底妆，用的是兰蔻的这个新晶唇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的窗子是不是光线很好？这块是真的颜值高，然后又好用，蛮推荐的。但是我在家，所以呢还是用海绵蛋，湿了水的海绵蛋来上妆。然后用 MAC 的这个遮瑕解决一下我面部的黑眼圈瑕疵，百年都解决不掉的黑眼圈。这个颜色是有一点偏白的，所以也可以用来提亮。最近休息不太好，脸上皮肤状态也不是很好。我的面部属于有点扁平的那种，这里，然后再稍微的提亮一下，有点刺眼，光线睁不开眼睛的感觉，不过我喜欢。然后用这盘粉饼，粉质很细腻，然后又很平价，所以蛮推荐的。从外圈开始点压的去定妆，鼻翼两侧、眉毛、眼睛，然后眼影用的是这一块，这个是之前看 Pony 视频种草的，它这个是一个眼影色，然后是冷调的，就很适合用来修容。这颜色稍微不注意会有一点点重，所以可以先在手背上晕染一下再去上妆。如果你们不小心化妆，也可以用刚才的海绵蛋直接压一层，稍微让它淡一点。镜子里看还好，好像上面里面有一点重。然后是眉毛，眉毛是用的橘朵的这一支，它是有一点胎绿的颜色。它笔线很细，就还蛮适合画比较自然的眉毛，画出那种毛流感。然后这一支呢是有一点点绿调的颜色，我觉得蛮适合今天的妆容的。眉毛画完，用睫毛打底膏稍微加深一下毛流，顺着眉毛生长方向去画，就会很明显的毛流感，整个眉毛就是毛茸茸的感觉。然后眼影部分，今天要用到的是这个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腮红，用它来给眼影上下颜色。这颜色因为是腮红嘛，所以不会很深，它是麻薯的质地，所以它非常的细腻，然后好上色不飞粉。它的这一点让我觉得它的性价比非常高，因为它很便宜。眼睛的前面稍微画多一点的话，会显得眼睛更圆一些。下眼睑带到眼睛三分之一的位置。
后用德伊瓦的这一盘六色眼影，这是我新买的，用这个颜色加深一下我们眼角的位置，后眼角，小小的一盘戴在身边也很方便。这盘我用的是 Mate， 然后它这个颜色是大盘里面比较热门的几个色，就比较实用。感觉刚才有点黑，我稍微调亮一点，然后用这个 Too Faced 的高光，这盘是不是超好看？我竟然是搬家以后收拾出来的，这个我买了很久，然后没有拆封过，这是第一次用，我都忘记自己买过这个。用它提亮一下眼头，眼睛一下子就放大了。这个高光就是特别的细腻。然后用 Uni 的这个眼线胶笔去画一下内眼线，用一个笔刷把眼睛撑开，然后去描绘里面。我现在是凭空在画，不行，反正只有这个技巧，就你们一定要撑一下眼皮，不然画的眼线会画歪。那我现在就镜子放下面，这样画也是可以的，只是那样会更方便，这样会戳到眼睛。把睫毛根部贴满，我想今天眼睛的范围远一点，所以眼头要戴一下。眼尾既然用眼线液还是棕色的，也是用你的戴一下眼尾。眼尾呢比较好画的方法，那就是这样扯着眼皮这样拉，这样画出来不会起褶子。但是我现在也是没有镜子嘛，只能这样子了。方法交给你们了，你们一定要去实践。相对新手来说，那样的方法会方便很多。我自己这样画也很容易起褶子，因为我本身眼皮褶子就多，是不是大了一圈，就是变有神了很多。然后眼线液的线条会有一点点生硬嘛，还是用刚才这一盘的这个颜色稍微晕染一下我们的眼线，涂睫毛膏。用你的这款睫毛膏真好，修一下容，还是用刚刚的这一盘。就在刚才，我把我最心爱的一盘腮红给摔碎了，好心塞啊！将就再用一下吗？我现在一地的腮红粉，希望这个颜色 Nust Sex Appeal， 这颜色就是一个蜜桃色，然后很淡，适合用来做大面积的打底。衔接一下刚刚全部的阴影，然后阴影不会显得那么的硬。眼下可以带一点，伤心怎么办呢？这个颜色就是会很有少女感。我处理好了地上的残渣，继续吧，还是用刚才这个颜色，然后加深一下这个区域，换了一把小一点的刷子。口红今天用两个颜色来做叠加，用这个一个略带粉嫩的豆沙色，用个唇刷晕染一下边界的位置，把我的上唇稍微的刷厚一点。没有，其实我人中这一块是有点长的，然后嘴皮薄就显得更长。再用3CE的这个颜色，它是有点发橘调的颜色，把它涂在嘴唇中间，整个嘴的色调就有一点乌乌黑黑的，但是还挺好看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妆就完成了，让我去换一件衣服。